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。一般的民众只有向游骑兵准备好了吗？你即将步入的可是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这里就是誓言大厅，整个游骑兵团的核心总部。你是游骑兵星，我就在门口，等你正式成为游骑兵之后再来找我吧。你好，我是亚夏沃尔夫冈，有我身边的这位是第一游骑兵贝。真是，我们做过什么的确不，我知道，记住，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，是一个新面孔呢。人类啊，又来窥探我们的秘密吗？哼，不自量力的凡人！追逐力量的人，让我们看看你自己的选择。这里是早已逝去世界的投影，是你的灵魂和猎魂共鸣的幻象。受选无需畏惧，受选者上前接受我们的祝福。给我一个不吃掉你的理由。将不畏惧沙场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刚才的仪式在你和猎魂之间，也就是说，你获得了猎魂的认可，可以使用他的力量，成为了真正的游骑兵。他们是来自上古时代的强大生命，沧桑变化。所谓巨兽吞噬人类和猎魂，游骑兵借助猎魂的力量对抗巨兽。记住，真正重要的是你作为人类的意志，猎魂也只是你手中的武器之一。不用太心急，去接下来的战斗中学习吧。新兵，历经考验后，你以新的身份去东部防区履行你的职责吧。祝你好运，我的孩子。